今天大家出来相挺，我不管下一个人生的站在哪里啊，包括大家吼，一定分不开啊。好，我们跟观光、旅宿、交通、运输业者哦，一起向往这未来，我也以此为傲，因为你是我的兄弟啊，对不对？今朝两年外的交通部长进来，拄拄拄着咱个疫情，啊，伊超前部署，上认真拍拼，今年就肯定，我是提起提咱政府做代志，会啦。咱大家伊要出来算钱，我甲所有个公司个好朋友讲，大家要出来算，咱来听，咱来文化个，结果一个问题啊，我讲。到现在我们十三号还要解封了，准备把所有的房间全部再翻新整修，但是在房他们都出席了啊，啊，当然我们会期待他能够来到我们新北市，把我们新北市来翻新。当危机发生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，嘉隆部长永远都站在第一线。跟最基层的同仁都站在一起，并充分展现政务官的风骨，不争风也不为过。伊是我所有上接地气的部长，咱今仔咱要选举，咱会当找会着，会当替咱争取，会当保护咱的市民。在疫情期间啊，像第一时间跟桃园市政府还有桃园国际机场就组织了防疫车队、防疫巴士，让魔镜可以守住。也后来疫情舒缓，推出防疫安心旅游，也让大家看到国旅市场，而在疫情之后可以成长。今日是希望要拜在中，真侪人过去并无站出来支持政治人物，交通啊、观光产业被站出来支持民进党，这无简单。林佳龙，伊也是名导，伊嘛真个大勇士的市长。林佳龙，伊会当听民进党的立场，咱。世界性会通过咱去生活将艰苦的未来得到伊的照顾。如果老年来做咱是目前的市场，是咱心目中。